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花枝小妹单老师，赶紧让好吃的，噔噔，哇，摇着响呢。开呀，是一箱口哨，我来吹吹，里面还有东西呢。哇，这口哨还真响呢。记得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做早操的时候，操场上就会响起体育老师的口哨声。一二三四，嘿，你们想起来没有？这里面响响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这刚刚这么一吹呀，耳朵都炸懵了，嘿，有点听不清楚了。来来来，打开看看。咦，怎么开呢？打不开。来，单老师需要你帮忙。这个口哨上面呀，都有各种不同的表情呢。你看看这个，嘿，多么调皮可爱呀！你再看看这个，怒火冲天呢。还有，你看看这个，表示很得意。还有这个，翻白眼哦。给你，嘿，你打开了？对呀。哦，原来小开口在这个地方的。来来来，倒出来。哇，原来里面是小小的糖栗子。嘿，我先来尝一两颗。硬质糖果，香橙口味的，咬一咬，咬起来还沙沙粉粉的，在嘴里面，感觉好清凉啊。再来一个，吃着小小的糖栗子，吹着快乐的口哨。哎呦，掉了，我还给两个一起吹呢。两个在一起吹的时候声音是不一样的呢，你们听。哇，你看我这么吹的感觉能奏出旋律呢。老板叫我们去跑步呢，把你的口哨戴着。好嘞，我太乐意了。嘿，是时候展示口哨的魅力了。咚啊！这一通吹呀，吹得心里好畅快呀。关键是这上面还有各种不同的表情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都蒙圈了。就好比我现在的感觉，被口哨响的都蒙圈了。糖栗子好甜呀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趣味表情包口哨糖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啦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